来，请两位介绍一下这一次爱乐粉会员限定的赠品。来，三二一，打开。Oh my god， 这是什么？突然两个人互看那么尴尬的。来，下面你讲一下。这样讲。都可以啊，这个是你要选市议员，是不是？这个。对。台南市议员的竞选。希望就是做的漂亮的，希望不要被人家拿去当餐桌巾。哦，这是个毯子啊，是在办公室 啊，或是在家中，天气冷可以袒护你哦，袒护各位同学。威臣，你觉得这条你喜你自己喜不喜欢？我觉得蛮帅的。你觉得是帅的对不对？他的吉娃娃。好了，我看到你。这是你的啊！看啊！哦，你互来，你交换一下，交换拿一下，交换拿一下。陈水扁。哦，你们两个大家都知道你是室友嘛？有点不像他。不像吗？来，有像啊！我每天睡在旁边。这个是爱乐粉会员的限定哦。大家你自己满不满意？满意啊。很满意是不是 ？OK， 那你们要特写一下，来特写一下，特写一下。还有子贤威臣袒护你哦。好，来来来，最后来帮对方披上一下，好不好？帮对方披上。逼你啊！这样子的宣传是对的吗？大家记得要来领哦。汉克口误，我们会为各位会员寄送出去。爱乐粉会员，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质感，而且资料非常好。谢谢。